老西门到了，开左边门，下车请注意安全。We are now at 老西门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
复兴中路，现在时间是5点不到，天已经黑了，街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的。这两边的住宅区，
都是比较好的。这条路看上去好像改造过，以前没这么宽的。好窄。这里有一栋楼，周边都空旷旷的，就是它给围起来了，是保护起来了，还是所谓的钉子户呢？
现在我们走到了新天地，然后按照平常这个点儿，新天地的人应该是灯红酒绿的时光啊，傍晚的时分应该聚集了很多人。那我们看看，在疫情下，新天地会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现在看到的，现在在马当路这条路上，对面的小店面已经熄灯了啊，就是店面没开。都是黑黑的啊，这是马当路。我们前几个视频拍摄的时候，像外滩和南京路都还有人啊，有一些游客。那么新天地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上海网红地儿。那这里的人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些桌子包括店面都关了，这个桌子是没有人的，看不到人了，没那么以前那么坐满人那种场景啊。这个店开着没人，这也是空的，店员在忙。好，马当路的这边的几个店还开着，街两旁只有树上挂着的彩灯亮着，路灯显得很昏暗。看不清啊，这收费，停车收费的人还坐在这里坚守。路边车也停的不是特别多，但还是有。因为疫情影响，现在的就是上班时间，已经推迟到了，原定是2号，但是有些公司
已经延续到十号，8月10号才开始上班。啊，几台装饰的车啊，大众 MPV 最早的，漂亮啊。能开吗？外形改造了一下，房车的拖车，这个还一直在修，没修好。几乎看不到人，按着平常这个点儿，就5点多钟的这个点儿，应该是各个地方都是人啊。有意思。对面倒是开着，就是没看到什么游客。那前面的话，应该算是最热闹的地方，喝酒的，喝咖啡的都会在。空了。等会儿我到时候我给你发信息。都没人。哦，这里还有。基本上没人。老外胆子还是大，老外胆子还是大。老外依然坐在这里喝咖啡，
的发呆。这家店好像挺火，而且还是有蛮多人在吃饭的。我的孩子，一刀会死。
空空的。空空的，商场有个牌子立在那里，应该是关了。很安静。Thank you.
商场关了，靠近路边的咖啡店还开着呢。关了，湖滨道。土华永道。
拍了一张照片。没人，很少的人在街上走。商场，这条路走下去就到了西藏南路那一块。淮海路啊，难得的。淮海路的场景。快递小哥还在辛勤的奔波，为了生存。
幺幺。某位大师的艺术展。新天地基本上就这样的情况了，啊，我们就拍到这里吧。